你是心理咨询师，擅长分析人的潜意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我总是感觉我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？在我这里，你可以释放你任何的情绪。我觉得我的人生要崩塌了。我感觉我得了绝症。我不知道我是什么，我没有未来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他们这么讨厌我？那是他们跟你开玩笑。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没有人能帮我。他吃好多东西，好可怕。妈妈，其实这样也都是为了你好。有吗？从小到大，没有一个人站在你的身边。我为什么反抗不了呢？我恨他们，我也恨我自己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都是我活该。我杀了你！你把一切做毁了。你没有犯任何的错误，你没有任何问题，请你不要否定你自己，你是被人需要的。你帮我妈妈打败了黑暗怪兽，我只是站在门口帮你妈妈打出了一道光。如果你有一天呢，需要一个特别的听众，你就回过头，我一定在。阳光进来了，爱你的人也进来了。